大家好，我是如风。雪山小管家给平头的一封公开信，郭无情约平头团队十万皇宫。主播平头早年间靠着在台州湾、大观园偷袭赵山河、VV 等老板的扶战团队，积累很多人气。如今在雪山服务器，他不打皇宫 PK 之后，继续玩着偷袭服战队的老套路。雪山服战队为了不给平头热度和画面，对于此事基本不做任何回应。众所周知，梦幻西游的服战老板们自己上号的时间基本上都很少，平头的行为实际上对于服战老板们毫无影响。他真正影响到的是给服战队刷经验的管家们，他们靠着给别人刷经验维持着自己的生活。近日，雪山服战队木木地和郭无情的管家专门给主播平头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他能放自己一马。作为一个小管家，他给不了平头任何画面，但是平头的行为却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伤害。郭无情对于平头的各种挑衅行为不愿意做过多的回应，他只希望平头背后最大的老板站出来进行正面对话，打一打十万一场的皇宫 PK， 如果觉得不够的话也可以加到100万。平头背后最大的老板对于郭无情十万皇宫的约战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